加台北音乐季，很开心。冲下来拿货，贺卡加油！来啦！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台北哈嘎 Win， 这个 Win 除了代表是胜利，也代表是我们客家乡亲不屈不挠、坚毅不拔的精神。面对各种困难挑战，都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大家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对不对？对。今年我们一样依然遵循过去的传统，有迎神绕境，有今天的挑担奉饭采接活动，中午时间我们也会有一名祭典，所以种种这些，除了希望在一名嘉年华活动邀请更多的朋友陪着我们挑担奉饭采接以外，我们会持续的让客家的精神不断的传递下去。像今天跟都会见面，有需要先宣示自己到底是什么粉吗？我是永远始终的宣粉，大家很好奇说为什么我是宣粉，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我太太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宣，所以我是永远始终的宣粉。当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都会，所以我们今天客家艺名嘉年华特别邀请都会当我们的代言人，就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好朋友来参与我们艺名嘉年华活动。今天有挑担采接的活动，另一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年轻朋友也特别来参加，这就是都会的魅力。